最近仍苦衷，想每晚贴实连灯中，女伴亦从未露面，要爱恋靠命数，猜想那里错了换伴，应该不差，笑话都有创意，这算是命吧。问神其实我还要怎样变整容吗，先可出场见大家，难道2月14号一世单身得条毛，是途信也会报，也终归于途无，邀请得旁人无分数，还是你有志气，眼角上到比天高，难道2月14号与我心底得牢骚，有朋友与情侣曾快慰用口报，单情人节唔紧要，因为咧我都单身。咁今年情人节咧，我就会8点喺 YouTube 度开 live 嘅。咁到时就同大家隔空食呢个烛光晚餐，同埋会有史上第一次嘅封烟节目。我会打电话俾你哋倾电话嘅。想知点样可以打俾你哋？咁就到时见啦，拜拜。